会火啊，好的，记得那可不。来，又来了是吧？哎，这不公平，为什么他能给我布置任务啊？不会影响到我下一个采访吧？你是不是有朋友在我朋友圈？嫌我跳？哎呀！上会火就会火，会火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龚俊。欢迎。Hello。然后我们首先一上来先有个热身游戏，叫猪狗人游戏。啊？没玩过，怎么玩？行，试试啊。怎么说？我不是猪，我不是狗，我不是人。哦，我是人是吧？对不起，再来一个啊，剪掉。我不是猪，我不是狗，我是人。我不是猪，我是狗，我是人。我不是猪，我不是狗，我是人。我不是猪，我是狗，我是人。我不是猪，我不是狗，我是人。我不是猪，我不是狗，我是人。我不是狗，我是人。我不是猪，我不是狗，我是人。我不是狗，我是人。我不是猪，我是狗，我是人。哈哈哈哈，还跟我玩？这还需要玩吗？我不是人，你们要不要练一练啊？好，那有奖励了。什么奖励？奖励会火微博的头像真实。哇，太好了，谢谢啊。有什么要求吗？对这个头像？宣传含义啊，谢谢。然后呢，大家都很期待方糖哥、半他姐和隐忍哥一起做一个综艺。至于这个综艺类型，你有什么提议？提议哈，那就做一个叫做《这就是安乐传》的综艺，然后内容呢就是让隐忍哥炒菜给我们吃啊，让半他姐啊。就吃饭就行了啊，他非常喜欢吃美食，然后我来给大家高歌一曲吧。下饭啊，主题是下饭。那请荒唐哥分享一个最近觉得荒唐的事情。有个评论说这个，哎，演的是挺好，就是不知道，这个聪明也是能演出来的。暴击啊，这确实是暴击哦，不知道这是差评呢还是好评啊。大家也说太子醉酒之前是寒夜，醉酒之后是龚俊本体，认证吗？我喝醉了不是那样啊，但话可能会多一点。那你有爬过树吗？小时候爬过啊。小时候谁不爬树啊？那能不能用龚俊的语气去说一下我要飞到天上去的什么？我要飞到天上去。哎，你知道为什么寒夜和龚俊都说了这句话，但最后飞上天的是你？ Why？ 因为呜呼起飞。我好喜欢你呜呼。OK， 有这个环节是吗？行啊，我真的服了呀。你有没有发现太子经常会被门槛绊倒？门槛绊倒，为什么？又来了是吧？土味情话。哦，喝醉了，那是喝醉了。还有很多时候，你给他递毛巾擦。哦，那是好像是设计的。知道为什么吗？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寒夜的爱是有门槛的。啊，我真的服了呀！你们节目是时不时的喜欢来一段这个啊，哎，说的挺好。然后那就是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嘛，在朋友圈发了多少条？哎，你咋知道？你是不是有朋友在我朋友圈？我那天早上就开始发朋友圈了。你知道我那票其实是自己买的两张，因为前天才知道能去看。其实我以为自己真看不了了，所以有点伤感，发了个微博。结果哎，前天突然哎通告不一样了，哎我能去看了啊，以至于可能发了有三条还是四条朋友圈吧。我朋友就猜到了俊俊是不是要去看周杰伦演唱会，我认识人，然后就认识了主办方啊，就问我要不要签名，好事儿啊，对吧？要不要合唱？哎，太好的事，太开心了，误打误撞的啊，就去合唱了。这第一步我们达不到啊，谢谢啊，票都买不到，就抢不到吗？确实难抢啊。有没有人脉可以？我倒是有人脉，私下可以给你。可以。那除了追星之外，还有什么可以在朋友圈里面炫耀？我的摄影作品，我存了好多摄影作品。这最近物料有点轰炸啊，我就先不发了。我是懂存物料的啊。这都是风景，有你自己啊？有你自己的照片吗？没有，自拍没有，拍风景啊，摄影师啊，引号的摄影师。我觉得自己拍的还可以，是有点审美存在的。然后就有网友说，寒夜发现毕子源他跟十年前不太一样的时候，就像是追星 idol 塌房了的那种感觉。哎，我说啊，寒夜你真是瞎呀。但你说吧，十年前哈也能理解，为什么别人拍不了照片，只能靠记忆中的模糊的样子，对吧？哎呀，十年后确实有点恍惚。那你觉得寒夜是一个纯爱脑吗？个绝对的啊，这家伙还不纯啊，大晋第一纯爱战士，这家伙太纯了，认证，官方认证盖章。然后那就是最近不是刚在海南拍完戏吗？有没有在那边办美容卡？没办，但是没用多少钱是真的。我健身次数都没有练完，最后给我的英语老师了，最后几节课实在上不完，没时间去。还是想是不是每去一个组，每去一个地方就会办美容卡？不一定吧，
啊。然后呢，大家都说你很适合带货哎。哎，谢谢，对我的肯定啊，谢谢啊。给你一个小挑战，安利一下现场的一样东西。安利现场的一样东西，这还用说吗？是吧？牌吧，怎么样？安利一件麦牌，红的麦牌。麦牌，安利你，还能指定啊，是吧？这还行啊，看会火啊。大家都会火，生意红红火火，事业红红火火，然后赚的钱也会越来越多，是吧？哎，给大家展示一下啊，会火的标啊，展示展示啊，展示，哎，放到这儿来啊，再展示一个啊，这手就不自觉的啊，展示会火的标啊，哎，可以可以可以啊，好看，会火的标真好看，这段剪不掉，我感觉。刚好我们最近缺一些赞助啊。啊，赞助啊，哎呀，再展示一下，再。会火介绍了吗？是吧？嗯，看会火都会火啊。然后呢，就是也是因为大家看你综艺或者是平时的表现啊，觉得你特别真诚。但是呢，没有但是，也很想看你被骗或者是欺负你。哎，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？我在几条啊，都能骗月月哥，我只是不想骗，你知道吧？想骗那还不能信手拈来啊？说这些，嗨，又这东西啊。最近拿了3本啊，你这本是最有使用痕迹的啊，这个你们公司也不给报销一下买本新的啊，虔诚一点哈、啊，看会火的小伙伴都能赚到大钱，你觉得对吗？翻一个啊，他们跟我说翻前面或者最后答案比较好，采取冒险的态度什么意思？解读一下呗，解读一下就是会，对吧？多看看会火啊，也多看看安乐传啊，对吧？我还是会圆的啊，会圆回来的啊。他觉得下次看演唱会是什么时候呢？这肯定会使事情变得有趣，说我去演唱会会使事情变得有趣，对吗？嗯，我会更大声的唱歌，是这意思啊？没问题啊，我知道了，说不定下一次就唱跳了啊。唱跳那倒是不至于吧，这我怕观众都跑了。我们前两天就采访热巴老师，他给你留了一个任务。干什么？跳一段，不是 Queen Car 吧？要不然再跳一下那个空中康康康康康。反正是我先采访的，反正这个后面的事情就不关我的事。太不公平了，这会火的朋友们，你们即将要收看的是龚俊老师跳恐龙康啷康啷康。行，我跳，哎呀，我跳啊！下次要是还有机会合作啊，我一定要在热巴前面踩。他还要唱呢，我天，空中康啷康啷康。Call my K， 我 my K， 我 my K， 不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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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哐啷哐啷哐啷哐，哐啷哐啷哐啷哐，哐啷哐啷哐啷哐，好傻呀！我天，我真谢谢了。龚俊老师说我谢谢。不会影响到我下一个采访吧？哎呦我天，天哪，我声音没变，什么意思啊？打个板吧，我来把声音变开，让我看一下，看一下啊，来，3、2、1，打个板，扇我们一巴掌，扇会火一把，开玩笑的。